这个割死了，不要的。那上面不要割了。嗯。这个下面就行了。嗯，不想要这些树了，乱割的。有果就要，不有没有就算了呗。嗯，还休息一会，还热死，休息吧。嗯，我弄完我。唉，现在你怎么这么勤快呀？网友都说我们现在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勤快了。休息一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妹，今天来环哥扎胆子。刚割完，然后休息一会。又是一年给砂糖橘包裹的时候了，环哥也是有包裹作用的，不过也要打农药。早上小哥已经打农药了，然后打完我们才割的。这两天又耽误了去山上见牛子了，又耽误了两天没去了。那个砂糖橘。我这里没有打农药的，就还了个保一下果，有就要，不有就算了。嗯，这里也有果了。像这种果子能要，你看像这个果子这么青，对吧？嗯。像这种果子黄的就不行了，对吧？嗯。果子青的可它可能保得了，嗯、黄了就保不了。黄的你一碰就掉了。对啊。好多朋友都叫我表扬一下小哥，做的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勤快了。自从跟我在一起，确实哦，以前他刚来的时候，叫他硕士，总是拖拖拉拉的，老是被我说。现在好了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，还不好意思表扬一下，还不好意思，值得，点赞一下。给你点个赞。嗯，我先走了，我回去了。再见呢。要表扬的还不好意思了。说真的，其实他说是真的还可以，做什么事的都说，打农药啊这些不用叫的，我说去做事他就会跟去的。他跟我在一起，我轻松多了。很多事我都不用干。同行的朋友们，你们的砂糖橘还割了没有？我这个是二号刀，还割的话一定要割到位，割不到位也没有用的，要把里面的那层皮也要割出来才行。终于割完了，明天又要去山上干活了，两天没去了，我去了，视频就拍到这吧，拜拜。